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Hello L 嘅读者，大家好，我系 Sophie 黄嘉怡。今日我接受 Song Association 嘅 challenge。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唔知乜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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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Care. 我谂到。哦，我有首歌系叫 In Between， 跟住然后系我同 Kiri 一齐做嘅。I'm in between, I'm in between, I'm in between you and me。呢成首歌都系咁。I'm in between, I'm in between。吓，如果转翻做中文，哭干了眼泪，咁得唔得噶？都系 cry 啫。就咁啦，得呢句。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m leaving home, I'm leaving home, 可否不痛？ Starry, starry night, da-da-da-da, blue and gray. Maybe hit me one more time. Yeah. 没有六尺高，我却会待你好。那就我一切的苛求。我最近推出新歌叫做《自然变态》。其實是我專輯裏面貫穿的一個主題，講變幻的。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轉變，我自己很希望在這種不安的情緒去鼓舞大家，給一些力量大家，怎樣去擁抱變幻這件事，甚至是在這個社會上面很多我們稱之為很變態的事情，或者不是主流價值觀的東西，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去擁抱和包容。之前在台灣也都幫過一個女同志的劇集寫了主題曲，今次我自己就想在自己作品都講多一些LGBTQ 的東西，所以就有了自然變態這個 concept。 有，其實第二首新歌其實都有計劃在內的，那首叫做煙悶，能量來講都是比較 up的一個狀態，即是比較高能量的。我自己在做廣東話歌，其中一個想法就是我很希望怎樣可以將一般的 candle pop 轉化做可能屬於我自己的 style， 慢慢去建立這個風格。我會忠於我喜歡的東西，然後我會將一些喜歡的東西找一個方法去將它們融合，當它成功的時候就有一個新的 style。